结出行星的大小变化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文章，我阿扁也建议，阿扁也讲，安尼有道理。伊从安尼指示外国部，从安起草一份，用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，所以正式上映。我想你伫报纸顶头唔才看到，这个内容。咱上映了吼，记住甲咱收的，迄是联合国秘书长是潘清文，迄个韩国人迄个。潘奇潘奇潘奇，是哦，唔敢收啊，叫咱变倒出来。咱第二摆又来上面哦，再拄啊拄伫迄个办公室门个遐个躲入去哦，唔是正式开门敢接个，啊是正式开门敢接个，袂啊，咱讲讲安尼第二摆无要来收，第二摆又来行，啊，同款袂，是袂啊，伊敢回应，伊回应讲哦。伊联合国二七五八案内底，已经讲啊真清楚，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了。结果伊引用到二七五八案内底查看嘛，无讲到中华民国，伊是讲蒋介石集团俩，所以讲唔对。所以伊一句话出来了后，咱当啊这个讲唔对，你反正你这听中国的话唔对，你这当做联合国秘书，我就是中国底下个到什么？所以，伊怎啊？咱怎啊将这个翻译往日本甲美国？啊，所以日本甲美国嘛，提来讲，伊讲二千五百无讲是中华民国出来。哦，所以这有这个公文，哦，我用这条各位做参考。咱其实咱是知影，咱知这个存存在的。但是因为政治的，咱就来讲哦，换一个人讲的，伊就讲啊，什么台中华民国在台湾啊。啊，中华民国的，上面在围拢伫里讲的，像伊台北上面在足济吼，都你讲的无唔对啊。有人讲啊，但是已经主权独立国家，这就有当时啊，嘛是有人外国朋友嘛是有人捌咧甲我讲，甚至阮后生嘛捌甲我讲啊。伊讲这台湾，我知影台湾是一个国家，恁若在要讲遐，嘛是有人咧讲啊。啊，阮今日比讲伊嘛讲，全世界大拢知影你是一个国家，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哦，台湾这是无遐简单，只个意思而已。要个整合、整合倒来，遮个人想法看当来看啊，所以这种像即卖贵单位遮，安尼努力，即款要拍 police 的看，等下较控多，互较侪人看，影响看较深来追求一个，就是讲你即个公愿会当有较一般比较咧关心台湾政治的人，愈侪人会起来 involve 即个物件，啊，会较了解即个台底即个意义是啥物所在。对我感觉这是努力一个方向，我是安尼，因为即卖你讲台湾的地位问题吼，十岁高卡算啊，足济啊，无共款你讲个一大堆啊，一大堆。啊，即我伫即个中华民国，我讲安尼对我较好讲个，就是啊，嘛有人甚至有选过总统，还是要选总统，伊落个一中的宪法，啊，个人啥物人听有？啊，什么一中宪法，什么个，我都听无啊，什么一中宪法，什么听无嘛，好嘛，好，我听不下部长你好吼，就是我有一个两个问题甲部长请教吼，因为你捌做过国交部部长嘛吼，象牙海岸迄个是国际法律是咧创啥物？象牙海岸，你若安尼讲，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，结果你就去象牙海岸甲伊告了，佮讲后面战争啊，台湾是我的海外啊，海牙，海牙国际法庭啊，哦，这是第一点。哦，伊就免慢慢战争，伊咱阮较早阮昨个教授讲个啦，伊象牙还有海牙海岸毛伊个，海牙国际法庭毛伊个中国人个判官伊啊，哦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咱台湾派，我拄只回应咱秘书长个话，就是讲，卖讲台独，就是咱爱台湾即阵人，台湾我个国家，当时要中华。受中国的教育，拢骗啊！骗人讲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哪有影？最近日本发生灾难，美国政府撤侨来到咱的国土。哎，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！你进海关的时候，哪会用 AIGS 的信嘛？哎，咱的总统哦，内乱外犯罪哦，咱的国防部长哦，来内政部部长。陆军政管理局肚子哦，这真明显的哦，那是法治国家啦，
你敢甲百姓骗？骗讲咱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哪有影？哦，这两点，应该请伊个国长回应一下，谢谢。即、这个你讲去国际法庭啊，你告吼，即有真侪人讲啦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我唔知讲啥物人先去有去告的吼。即、即、这个你讲，即是个黑，伫即个荷兰吼，即、这个国际法庭害伊啊吼，黑吼，即、这是有真侪人有提起即、这个。我会记我捌甲陈良志教授嘛捌讨论即个问题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我是，我是因为即吼。即迄个即个日本一个教授，古代是台湾生的，因那边台湾生吼。即我想，咱即像主席应该个真正好讲吼。即伊嘛是真关心，伊捌伫国际法庭内底，伊做过那上任的法官的，啊，伊捌在台湾定拄着来台湾，伊来拢去找即罗基全先生的即夫人吼，即人嘛对，这方面是。我意思是讲。中国啦，伊若就是讲咱是伊领土一部分啦，因会使派人去向亚伯去害人，甲国际社会说话，海牙啦吼，海牙。啊，这样，这第二点吼，伊讲海关是美军的所以这点我是唔知影的，这我是有保留的。正经美军的是咱的海关内底扮演什么角色，这我是。我唔敢担心讲 yes or no， 这个是就是我想法唔敢。咱真感谢这个咱秘书长，予咱遮详细、遮尔精彩的这个演讲。我要伫遮来表达讲对咱陈秘书长的这个的尊敬、敬意啊咧。实际上，我伫1978年伫美国读书的时阵，去参加咱的伫维吉尼亚迄个世大会，伫迄个所在，我就见到咱的这个咱陈秘书长的风范吼，感觉讲非常敬佩，有甲伊交谈，因为伊迄当阵已经是大人物啦，伫世大会内底，伫咱的东洋会内底已经大人物，伊是 DC 东洋会的会长。啊，佫做过画派的会长，所以我迄阵哦，就一个留学生，少年的二三十岁安尼吼，真正尊敬伊安尼，啊，甲伊请教一寡问题吼、哦。以后，咱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台湾的局势、局面一直咧变化，民进党执政的时，伊就我啦，哦，做过真侪代志安尼。以后的时，伊伫这个2003年，我有去甲拜访。啊！伊可能袂记来，我阁提车去予看。我甲鼓励讲，你爱准备一下哦。2004年后壁若要选总统是真歹选，你可能爱出来选总统哦。我迄阵来甲鼓励。啊，过来，伊袂记来，伊过2004年，我甲讲2008年哦，这个政权可能不能政权流失咯，你爱站出来，你若出来是足希望的。我2004年故意来找伊，因为我袂记来2003年你来找我，我袂记来。这2004年，我阁来鼓励讲你。但东山兄，你就要勇敢站出来为台湾打拼。啊，伊想起来，啊，对吧？这阵我送伊两本册，送伊两本册，伊才想哦，原来去你去世界啊先，啊看看伊先做，你就第一看咧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可以讲我这段啊简单的论述啦，简单的说明就表示讲，咱足济本土台湾人对伊种唔忙的，所以咱希望佮今日。伊咱扮演一个足强大、足重要的一个桥梁，互咱法律建国会、甲咱 TCC 吼、甲其他的这一名的这同志，大家一起来，要了解，了解就啥物？了解讲，这个流亡政府袂使你就地合法，这足侪一名的人吼，包括民众，领导台湾人的意志，向前迈进的民众，要不了解讲，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，但是伊所理解讲。流亡政府是袂使就地合法，所以一切的努力、过去的努力，拢是不足的，拢是无适合的。只有咱这条路，才是一条路，这是唯一台湾自立甲建国的一条路。我希望你会当用这个关键的力量甲观念，去甲大家来做说明。感谢，谢谢。
没啦没啦，爱了爱了了解啦，我可以讲话吗？好，感谢吼，因为时间到啊吼，啊，日我看发电吼，先到这啦吼，啊，嘿啊，日本会再大家继续讨论，安尼好无？好来，一天是，今日，感谢，请坐。